你好，我是王玉，你可以称呼我王老师。我现在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，我的专业是对外汉语教学。我曾做过中小学语文教师，也做过对外汉语教师。我喜欢引导学生自主的学习，通过轻松活泼的方式，让学生减少学习的焦虑感。我希望能够教给学生活的语言，让他们真正做到会读、会说、会准确的表达。在教学中，我会做到宽严相济，既保护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信心，同时也会严格要求学生。我相信，以我的专业知识、教学经验，一定能够带领你学习丰富的汉语知识，了解中华文化。快来预约我的汉语课，一起学习汉语吧！